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家的晚餐，腰果、宫爆啊，宫爆腰果虾球，宫爆大虾啊，看着还行吧，色、香、味、形啊，俱佳啊，基本上，这个是肯德基啊，类似于肯德基的。土豆泥啊，土豆泥，还有这儿还有，这儿还有，这个是茄泥啊，茄泥，谐音是美国前任国防部部长叫切尼啊，我们这是茄泥，这个夏天吃啊比较好，比较爽口啊，比较败火，看着还行哈。荤的、素的啊，搭配着啊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均衡。这小日子哈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老百姓的日子啊，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啊，每天啊浇浇花，浇浇树。院里干点活儿，啊，遛遛狗，撸撸猫，老百姓的生活，遛遛狗，撸撸猫，老百姓的生活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啊，忙活忙活，吃点饭啊，吃得香，吃得香。吃完饭再遛遛弯儿啊，饭后百步走是活到99啊。没有更高的奢望奢求啊。过一种叫什么来着？无欲则刚，知足常乐啊。老百姓平平安安的，顺顺利利的，健健康康的。硬硬朗朗的，是不是老掌柜啊？老掌柜啊，茶馆的台词儿是吧？昨天我们吃的是那个叫什么烧茄子，对，今天我们又是茄泥啊。我们这茄子大量上市了，